这里还有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电缆，还有电缆在这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它的一个暗道了哈。哇，好长啊！哎，这里还有好多间房子，好多间房子，不知道有没有蝙蝠。这里是他的小房间，然后那边啊，看到有一丝微光，应该那边又是走出去外面了吧？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看一下。一个小房间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射击孔啊，用来防御蜘蛛丝，这蜘蛛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往这边通就通到另外一个角楼那边啊。它的布局啊非常的严谨啊。他这个地底下还竟然还挖了这么一条暗道，而且每个房间都有这种射击孔啊！你看一下，全是这地基啊，用鹅卵石这大石头。这里是个小房间，你看都是有射击孔，这里还拼灭火器。然后这里就通到另外一个角落啊，我们现在又走出来了啊，现在又走出来了，这里又是一个小房间。画展啊，他的房间看起来大概应该五六十间是有的啊。五六十间，好的，这里就是沙坝尾啊，这个江西赣州龙南的沙坝尾啊，艺术古堡啊。本期视频内容就介绍到这里啊。